大家好，我是姐媳妇儿，说说去俺娘这拽去，没想带过来，去给咱姥姥送过去的。你姥姥送过去是呗？他都说你都不来，你干嘛这一早都开始叫？叫你！他们找我们让来的叫了。啊！干嘛？你瓜翅膀的蚂蚁，我咱并不挨着。姐，你不叫咱们看，你咋这岁数，光叫来？ 老姥，老爷，在家里。今天啥时候啊？今天有的面包。今天面包在。我买点面包。包买点面包嘞？考上一张，进好嘞。考进好嘞？上好嘞。你说。行吧。你这么行哎？你还开这劲儿的？开这劲儿，考上考不上无所谓了。啊啊！肯定再来。 考上考不上，俺把给弄点好干粮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上下那啥，白干粮几个，在这上都我就说，考上考不上吃顿好干粮，老病。考上得了老病病吃是？俺老病白病起来了。俺爷俺爷老的整的吃。啊，老病了，那考那人家考考高院还有你奶奶考。你奶奶还有啊，要不俺给这老俩活着。 啊，拆俺闺女，白要请乡里去马河考来，让俺们带上。那第八个人都说，考上不考不上，吃顿好干粮。那到喝点水，吃干粮。考上考不上，那个俺老公考上好吃的，啊，好吃的。吃完，人家叔叔说你的，娘娘再给我放做的。俺也不这个地儿，伢花地儿的，伢给姥姥姥爷买份吃一份。都在你考。 研究生硕士博士了，你要是考好了不买这吃，也高兴；考不好买再买喝吃，买咱这还有也不高兴，知道了呗？知道了。吃完娘，你尝尝这个。你这太自信了，咋过？俺差不多吧？能考上这种呗？能。那个吧，嗯，好考一点吗？给你一块。这么好考呗？走好。 尝尝，走好，尝尝，走好，尝尝，别，咱们好好了，走好啊，给吃吧，给，你把撒狗粮来，撒狗粮来，看当时那边撒狗粮，俺家住在这，你咋知道撒狗粮是啥呀？撒狗粮是四五根的。 你说你说对呗？对呀，刘老爷，刘姥姥还挺浪漫。俺这个好吃，有个三道。就是糟糕，就是三道那个。这糟糕。嗯。就糟糕，有个样的，有个样的。伢说去买点这个的吧，我说那你去吧，我给伢回来，我给。好吃这个，你考什么吃这个？没。也吃这个也糟糕，我吃这个，可为了自己吃。 他在家里吃，不了，不想吃了。他不想吃，我不敢吃。吃不了了。他不吃了，给你吃。在家里吃，我也不吃，我在家里吃。在家里吃。这个不吃的，保质期最好。没钱，才7天就吃。你跟妈在的。这个不能，这个是保质期2天，2天。2天。哦。2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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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抬一顿，你搁上一顿就抬。其实你搁抬都不方便。吃饭，越吃越倒高兴。哎，别怪说乖乖。那这我们就经常了，你懂不懂？嗯，咱这还是好吃。我在家里我也尝了一块，好吃。说说长得比俺高嘞？比我高，咱比我高老多儿，你看。高人家不？哎呦，高白头。嗯，咱比我高老多的，我长个啥大个？都是说高，不长了，再长个胖子。伢比我高头差不多了，这事儿。伢让你走了。比王一彤还长得高。比王一彤上高点儿，上猛点儿。长点高呗。还长了呗。不高。喂，先吃胖了再来。慢慢的长大了。啊？蒙玉的长得高。蒙玉这个时候比伢奶奶还高嘞，比伢奶奶高成一坨的。啊，不能比伢奶奶那小丁人。小丁人。小了是丁人。嗯，比倩倩也高。比倩倩吧，说说倩倩。
天天是要顶心是吧？那可有那么顶啊？那么顶心。嗯。这搞的是啥大哥？说的是啥大哥？这哥，各方面是咱国家，体委队员打篮球吧。嗯。愿意打篮球呗。我这有点爱好。爱好。考啥样？我一个人玩命，考啥样？还能考上？能录取到？那谁知道嘞？希望吧，希望能考，能录取到吧。但不是能。压班不能了，是吗？知道咱你们发挥不好了，那谁知道啥样嘞？我考好考不好都无所谓。不是，不用发挥了。不用发挥。发挥了。我考只能我发挥了。考高兴的呢，考高兴谁？也是成天问，也是问。嗯，到那学八个人，我家都考，我家考上。那你提了地瓜？不吃呢，不吃。不来，不用来。我抱起那地瓜，不吃，不吃地瓜。不吃不吃，你抱起那个。吃那个，光说吃上吃上，咱两屋能吃。不是，到家还别吃啥，我都去哪了呢？抱起哪来？地瓜。抱哪呢？你吃那好吃的。地瓜。我不知道好吃那时候。好吃，咱这分一个来了。